不過係你啲星斗市民一廂情願嘅諗法啫噃。Hello，睇下唔可以地中海嘅咩？ 我从一个又一个断片的片段重新来说，有线索想串联在现实中隐瞒，穿过那些光鲜亮丽的广告灯，平台只有麻木的人在埋里听。我不是李白，为什么只有看到白银溪，想得像海军，直到他们真正的故乡是大海。如果地球是母亲创造过去，可现在那么现在的我们能否给得了未来？风雨自此，我们回来不是为了复仇，为了更多内讧聚首，傻逼住口，那叫继续人间游说服太平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
香港地，曾几何时，英雄地，风云地，今时唔同往日啦。Yeah!